我觉得今天就是要挑战你们吃素两个小时。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。白白猪油渣，他以为很好料渣。王教练是在。Before that， 我们要验证我们的成果。来来开会一下喂，所以变成事之前我想要 idea， 我就想做一个庆祝的东西，这样子啦。对，不过摆的位哦，哎，就你看你的照片，你看你以前几瘦，你看我的腿还小过郑秀文的腿，看到吗？而且你脸真的是还是蛮大的。本来 Hill 其实你是最严重的。Oh my god！ 你这是多少年前？你找这个什么年纪的？你的 ten 就是天了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觉得你们现在体重是多少？我应该70。左右，你是70啊？叫我放我78了，好一点。哎，你要你讲多少？当然是你先啦。看你讲多少，你我70。70。Oh my！ 哎 ，OK 哦。71.8。对，我觉得本来是75。我觉得75。算了你，那几公斤？说这种油的，可以脱完再来称吗？我想脱裤子，但是你先忍。真的？哦，哇，准哎！我最准，78.7。有一个这样好的 idea，我觉得今天就是要挑战你们去减肥。我们玩特别点啊，吃素两个星期。因为我认识你们，我懂不能吃肉是很够力的。我是肉也是吃了很够力的。我们做一个 test， 真的是吃素两个星期，看一下最后的，看一下我们的胃，你们的胃会不会下来？其实我觉得导演应该吃。啊，我来，我们这样子啊，我们你要我们两个是，你一起啊。我看了你们成果了，没有。好来了，我们三个一起啦，拜拜。没有这样子，我要先 test 你们。没有没有，你们两个礼拜你们可以过后，现在就做高我了。OK。来，你 test 先 ，test。OK 啊，两个礼拜要跟你讲说，现在你们每一天三餐哦，你们都要吃素。从今天4月16号到4月30号了。你要知道我们的赌注是什么？成功的话，我就跟你们，我再去想一个好的挑战。所以你们今天就要开始了哦。我现在去开会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去一个很豪华的咖啡，然后我们两个吃素。Challenge accepted。月桂，你为什么要去做啊？其实我有一个问号的，就是到底吃素真的是可以减肥吗？我觉得这种 challenge 对我来讲不怕，因为我试过。可是你是真的试过？我真的没试过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一定是很痛苦的那种。是，你就给我们加油，煎熬了。有 mushroom no cheese 是什么？没有。有肉的吗？这个给你空，再给你空。你把整个过去，你问这个哪一个是没有肉要有肉的？或者是？因为 I'm healthy living， you know。因为我们接受一个新的挑战，要两个礼拜吃素。我有试过一天没有吃肉，我昏过去。有菜啦，菇啦，蛋啦，面包啦，还有酱。还有 mayonnaise。这一道菜呢，17.9块，像鬼似贵。够力了，我现在肚子痛。吃素就肚子痛，是不是吃好像菜？我也不知道。米粉那个，哪个？是没有肉的。又来到大的 canteen 了，可是鸡肉、鱼、鸡肉、烧包啊，米粉可能是素。啊，找到了，你还在打更啊？赶紧变一点，变一点。可是我发现今天早上吃的那一个第一餐的素之后。的确很快饿，这就是我第一天的晚餐，多无趣，真是。怎么样？他们有这种样子？早餐。午餐回到公司。Pan fried chicken。算了，不关我事。Americano， and then croissant。咖啡啥？啊！最后的结果 ，donut 青苹果咖啡。那再吃晚餐9:10，白粥、油炸鬼、葱油豆腐、咸蛋。第二天罢了啊，我前早上的时间就觉得是难过了，饿到我刚才开会哦，我已经真是不行了，真的。当时 day two 的感觉呢，其实有一点 big check， 因为没力这样子，打包也很辛苦。所以吃好吃，这个。没有吃肉，整个人都不乐不乐这样。太棒了，今天有糙米饭。哦，鱼来的。
你过得还好吗？还没死哦。我们 Big Jack 还不要玩了。你现在有发了谁的脾气在家里？老婆。我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就是在上厕所真的顺。我是发现这个东西嘛，可是我们选择没有很多，今天来这里是啊，还在不错这样。宫保猴头菇，猴头菇就是听说是菇类里面最有营养价值，是，而且这个就是稻米哦，清汤，梅子酱啊，Jim就 order 了擂茶。擂茶，对，因为我是客家人，客家人一定要吃擂茶。他几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他看到这一餐哦，他整个人 happy 到，我的小时候味道来了。很香哦，我可以试一下，可以。哎，好吃。没有，我第一个感觉是擂茶，我感动起来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讨厌擂茶。不会是啊，因为那个因为是那种味道很涩啊，青涩，就 OK， 很好喝、哦。而且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吃素可以去找擂茶来吃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是怕没有瘦吧，因为我们 challenge， 我觉得啊，瘦是一点是健不健康一点的问题。最夸张的吗？这店是没有 MSG， 没有 trans fat， no coloring， no preservative。猴头菇，它真的是很像肉丸，嗯，全素，就你要找那种，你们应该是第一次看我们吃了三天之后，可以吃到那么爽快的一餐。反正我又跟他在一起了，我们从四点啊凌晨四点拍到现在。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。所以我们现在只可以找到这里有一个妈妈，然后就吃个 roti 了。可是三八有问题的嘛？像鱼仔也不要吃啦。开很好啊，买东西给我们吃哎。真的？怎么突然间的？哇，这样好料的。哎，你最喜欢吃的叉烧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哎呦！黄脚你也吃斋噶嘛？牛肉的。我们是四点凌晨做工作，工作到现在办公八点钟，难得我们全组人一起吃饭，而且全部吃素，真的很有义气啊！我第一次吃炒骨头一碗饭，今天的午餐呢就是这个。吃炒。美式早餐，我家吃炒哎，云吞面、印度米、冬菇饭、素食米粉，吃麦吉。一早呢，我导演就约我来开会，可是他带我来吃什么？白白猪油渣，谁都行的。现在想吃的是 ravioli， high class 呢？我喜欢吃的东西。Hello。因为我真的吃来吃去是吃到头要爆炸了，那天你带我去吃了之后我就永远来吃，真的比较容易。那些人吗？你这个是什么？贡鱼仔呀、啊？好 crunchy 啊 ！Mushroom 脚 ，Mushroom 脚可以炸到这个样子，厉害一点。但真的，我觉得吃素真的不容易，一天三餐你知道几顿吗？要 filter 咯，可以啦可以啦，食埋佢啦，仲要菜喺度。今天是我们做完工过后第一次约会，在一个那么浪漫的地方，对，吃冰。而且是素咯，还有 trip plan 陪我们度过啊。今天吃 pasta， vegetarian aglio olio。今天我们来吃炸饭， cauliflower curry。今天来吃什么不一样的？有 pizza 哎，还有寿司、豆腐、蛋还有菜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是跟家人出来逛的。我吃素食嘛，所以他们就要陪我咯。来到当然是找我自己觉得好吃的啦。今天就来 simple life， 是在 Lot Ten 这一家。今天这样多人陪我吃素，还有我爸爸妈妈，因为每天在找吃哦，觉得真的蛮困难的。可是，在 Simple Life 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就是最容易找，而且选择很多。擂茶，哇，来了，这个是重点，我爸爸最爱的了，擂茶，他港饮 OK 吗？那个爸爸超爱擂茶，味道很浓郁，那种也是原味那种。都有，很好吃。爸爸真的吃很快哦，这个。开胃。他以前是一吃素啊，就觉得是全部面粉类的，就是啦。OK 啦，我这一种是不同的。然后今天是 Family Day， 必要全家来跟我一起吃素，所以呢，今天吃这个。我老婆是不吃素的，而且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孩子吃了会怎样。哎，让我们试一下看一下感觉怎样啊？对的，这里好的，有 Kids Meal 的，很方便。耶、yeah, ，good girl。你食咗你老婆系咩嚟啊？好似我好似鸡咁，系咪？
今天的任务非常的成功。其实前面的时候有点蛮紧，还觉得会喜欢吃，但是 OK 哦，没问题哦。我老婆呢，不要讲吃素啦，就平时都不会吃青菜之类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哎，有 surprise 哦，吃到哎好吃哦，耶、yeah ！我们庆祝我们40,000 subscriber， 所以吃 Indomie。你们的脸都尖了，其实。你有精了哎可是我平时刷牙的时候啦，我的脸这里会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哎，因为你没有刷牙，因为你没有刷牙。所以明天就有点凉，但是我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讲。明天有好料。有好消息。因为我们现在最近都去 Super Life 的那边吃嘛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挑战告诉了他们，他们有兴趣。要 sponsor 我们一起去庆祝我们这一个两个礼拜吃素的挑战哦，就明天那个最后那个盘子，阿庆，阿庆啊，哦，我可以带朋友去。哇哦哇！恭喜你们，14天过去了 ，Yes。所以现在今天是可以来庆祝哎，我真的没有想过，我真的平时一餐都不会吃素的啦。掌声，掌声。Before that， 我们要验证我们的成果。就你称他，对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看几厉害，随便都有称的。不能先，不能先，不能先。我先，我觉得我没有瘦过。啊 ，Jim 的重量啊，来啊，脱买鞋子 pass 人家觉得比较重、啊。哎呀，电话也是很重啊，放那些。好惊啊我。是一样吗？不用紧，我们等一下天，我过再讲。看着 menu please。Hi。Thank you。哎呦，有韩国风味哦。我这个是 signature 的，跟其他什么分别？这里呢是有15米的，哇，15米有没有吃过啊？因为之前我们吃15米是很厉害的哦，它是多过9骨。哎，by the way， 它营养一定很紧，你看10种哎，一般上我们5种吧。但是你是什么？你叫一碗饭还有10种米？对啊对啊，因为它这个它这里的menu多很多。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哦，要吃之前。我公布你们的瘦了的公斤的数量啊！你不要跟我讲，我瘦了才可以吃哦。所以，我有信心，我是瘦了的。啊，其实 Bernard， 你是瘦了300克。300克嘛？真的是，我不吃素呢，真的是有点有点帮助的。阿 Jim 的改变比较大。哇！阿 Jim 是瘦1.3公斤。1.3。哇，可见他之前真的吃很多肉哦。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真的导演有督促我，他就说你要吃真的是素食为主，你像今天来吃的全部是蔬菜的。你们在这段期间里面，你们吃素过后，你们就有什么改变吗？我跟你讲过，就是人变轻了，就是没有这么容易累。我现在起床哦，不会赖床很久。我前面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病，然后什么 life goal 是我哎，还是平时吃肉的人啊。吃的时候也觉得，哎，这个可以玩。对，因为我是带家人去吃，我爸爸是不接触素的，因为他觉得素食很多是假的，全部东西都是面粉来的嘛。你叫他去跟我去 Simple Life 吃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擂茶。而且他爸，你爸爸是客家人。对，我就以为他会去批评了，但是哦，我惊讶，因为他就跟我讲这个很好吃。因为他在外面没有吃过那么浓郁的擂茶。对啊，听你们在讲啊，其实哦 ，Simple Life 这个地方还蛮适合一家大小来这里吃的。真的，其实好像我们很多人都想要去庆祝父亲节、母亲节的时候，都会想要去吃大鱼大肉啊，对不对？吃这个 Simple Life， 我觉得反而是给他们更好的健康，也不会太油腻。对，但是带他过来之后，我妈妈问我什么呢？哎，他会不会他 franchise 卖多少钱？既然安迪这样有诚意，来送你东西，送我这个啊？对，哦，这因为是配合双星的 Simple Life 送出去的一个，哇哦 ，Standard Steel 的吸管，啊，对哦，哎，最近很流行这样。你跟我说一下讲起来的，这个留意下面的留言哦。像今天我们这两个礼拜吃素的挑战，算是成功，真的绝对。导演，我们这里好了吗？下一个就是你的喽，没有人要看我了。下两个礼拜没有人要看我了，谁说？你们又要打马赛克我了？想不想看他？想看他留言。喂，讲什么鬼话？记得 subscribe 我们channel。